豆腐很烫，慢点吃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虾豆腐煲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动手哦。裹好淀粉的豆腐下锅煎至表面金黄。我觉得爱你的人就会想把所有好吃的都给你。一层一层的铺好，淋上酱汁，散发着馨香的热气，有一股温暖人心的力量。快走给爱的人吃吧。